海底就是最大的宝藏。我们的目标启发了我们。个个都需要棺材。再屹立不摇，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
许也知道新奈萨拉在哪里吗？叫废物利用。越挣扎越好。有新的斧头吗？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需要棺材。价格差不多了。有新的斧头吗？
禁止进入。我只是好把酒休困一下。有新的骨头吗？那就上吧。